丸子，丸子你要不要先抽啊？丸子，双或丸，没有，这两个都不在啊，就只有熊仔在。哎，他们都来了，你先抽，暗黑要先抽是不是？没有问题，暗黑，我尬意你的尬意，我就先抽你的。来帮大家算一账，暗黑通常说出这种 flag 的话，通常都蛮早毕业的呢。好了，不开，标准，我再开，到我的时候我再开啦。哎，你怎么只有13000啊？你的石头真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我吗？不是吧？这个石头不是因为我的错吧？我跟你讲，每一抽都是要细心呵护，这一抽搞不好就会出现了。另外一个，我需要另外一个，太大了，好惊喜，好意外啊！突然间出现一个东西，而且是歪的，好惊喜，好意外啊！人的一生中啊，我说过，人的一生中有3秒是臭的，惊喜，臭欧鸟之臭。这3秒到不到得了呢？看你的造化了。来，大家数个3，1、2、3，采光时间，我真的是每逢公主祭典都会，不是歪就是零彩，你知道吗？很惨哎、欸！你帮我抽个10抽啊，拜托。你帮我抽个10抽。他们说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这个活动本身就有问题。是龙。龙尾巴，我是战犯，我是演员，我会让你的抽卡哦，他可以抽彩，但是我会让他歪，我要证明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就算是我也可以用10抽帮你抽出公主可罗，我就离开这个画面，给主您自己抽，太夸张了，好，来喽，第一张就彩的好刺激哦。你怎么每抽都有彩啊？我怎么每抽都没彩？你还有一抽，阿黑，你还有一抽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抽号，这就是我最后的。你需要我的波纹吗？还是你不要？下一个谁要出来坦丸子？我相信你 ，You believe me 啊！24000的宝石，我会帮你在100抽前抽到的，相信我。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奥利给！自信 skip， 大家看动画了。不是要你干嘛？好歹也来牛吧！要你干嘛？你是哇、啊！我就不信他会两只松鼠。我要使用求救卡，有请外援帮忙接住我的圣杯。这个公主祭典有毒，有毒的、啊，别抽，这是毒坑。这个5%都根本是来骗你的石头的、啊，我跟你讲。大人的世界真是阴险丑陋。不要来松鼠当朋友，亚里虾，亚里虾，丸子，今天真的是耍头发是大套餐哎，露娜，亚里莎，安，龙尾巴，古雷亚 ，What the fuck， 耍头发是套餐，哇，这次我们不只要点7号餐江户大套餐，我们更要点3号餐的耍头发是全家大套餐，哦，8号大套餐，对不起，我再使用一次求救卡，为什么又有彩？头发是大套餐，滚啊！说到做到，100抽啊！怎么又是彩？我要查星座运势了，整体运势2个幸运草，勋龟红，找到了勋龟红。完美的勋龟红，大家相信我，我已经有满满的勋龟红运势。出去，你从上对你出来几次了？你自己说，开给丸子。逃兵？什么逃兵？我这次打战队第二名，我打了316的伤害，我很认真在打。难道我今天这不宜抽卡吗？不然我等一下自己抽，我就把我自己抽到保底嘛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保底，游戏体验极差。丸子，怎么又歪？不是奇怪，丸子也缺很多洞啊！我怎么抽到都是丸子有过的？最后一抽，
开给他。有人还想要吗？跳车尽早。上海暗黑跟丸子的人是谁 ？QQ， 请给我跪暗黑跟丸子 QQ。我很抱歉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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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000保底耶！哦，这小号，这小号，你居然给我抽小号！我告诉 Skip 留了，你完蛋了，你让 Boss 哇！那跟我一样 Boss 吗？跟我一样最死的那种吗？我有朋友也是摸胸玄学，好。怎么摸？我有点忘记了，这样摸吗？恋童癖。关于儿童性侵害，美国至少判刑25年，法国至少20年，英国无期徒刑，中国死刑。恋童癖不能够再回到社会，是最好的刑罚。好，可以。哦，哇哦，是有彩的啦，但怪怪的。连个毒都没有啊！连个毒，给主你20抽看看，他叫你抽20抽，熊仔叫你抽20抽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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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像，真的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超像的，我觉得很像。爱总每抽都彩，有彩有屁用。命令过一半啦，过一半啦，熊仔。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公主祭典的彩率特别低啊？公主祭典，不要不要！哦，这个读取的速度是他没错了，就说你没有载到。公主四花，八八花，滚啊八八花！还有一只嘛，不用担心啊。你还没6星钱，出不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见呢。200抽有彩，然后不独跳，松内你是不是搞我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看你又读了，这个总不会读错了吧？14花12花。终于来了，我要爆了！哇，妈妈你的飘笑容真可爱啊，公主鸡。我觉得我的台都在给大家建立心，让想要做善事的人变成作恶，让想要作恶的人变作善。